你不上，上了也没中过，怎么没中过？昨天我记得你中一个好像啊。老板，这玩了吧？这都是，这运气肯定都是相互的，没有人运气会一直好，也没有人运气会一直不好。你前面中那了些2500，哎呦我，一波一波一个，一波一个。还有2分钟开奖啊！三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抽一下，平 A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再抽。我从不退缩。他剑姬的英雄也不费蓝呢。感谢小明在北美。拜拜。溜溜球。我这兵线好像不太好啊，这兵线没进塔能行吗？要刺得快，刺得狠，准备走了。哎，哈子让人干了啊！感谢韦少的飞机，谢谢左绿塔右鱼霜，简简单单。小明在北美断崖坚守，谢谢老板们的飞机，给老板们一个波波。没想到这波这么多老板参与，我的剑准备好有大气的兄弟们，来点大气啊！哎呦，有点痛啊！这波扛小兵确实是不应该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这狗熊学聪明了，我发现了。不要用力。学聪明了，小伙子。把他拿下。我已经提亚马特了，这就等于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怎么的，千珏又来了？你那印记不能放点别人身上吗？你就只会放我这儿是吧？干哈呢？哎呀我的妈呀，就这水平啊，这还要杀我，小伙子！
我有回血的，你有吗？哎呀，这刀给你补的，我操了！回家了，那能回家吗？这不灭狂雷跟我在这顶兵线，我们能回家？给大家来个一秒四破，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刷个肉点来。一秒四破呢，没闪你只能四秒一破，我得一秒四破。他人呢？这边他回家，我也回家。呀西！我就把这千珏的那个河蟹给他打了去。我的剑准备，我肯定不能让他好。我让你一直往我这放东西，咱肯定是不能让你好。小伙子，交闪，喜欢交闪。我戳接臂。你干哈呢？你有蓝吗？天杀狗熊，那蛇女没有技能，我有红 buff 没关系。先把这狗熊杀了。哟，人有点多啊。有没有跳弹？来来来，跳弹救我！跳弹救我！好跳弹！嗯嗯，锐利的剑，我还排你的眼儿。这是兵线，每一回都这么垃圾。哎，真的，这兵线每一回都卡在这个位置，我真是服了，大哥，怎么每一回都能往这儿卡呢？如此不入流的风格，哎，ADC挂机了。不会吧？挂机也没用，我一秒四破大剑机，挂机也没用。不要犹豫，稍等，我去楼下取一下东西啊。呀，这没破到。算了，我们四杠零。这一秒四破确实差点意思啊！哎呀，差点意思啊！这怎么没破出来呢？不应该呀、啊！这
我发现了，如果想破啊，那必须这个人他别跑，他跑我们追不上他。我来了，为啥这也行啊？哎，我扣在下面啊，哎呀，我扣到下面他自己扣人了，我天哪，我再等一下好了，扣快了，感觉扣快了。嗯，如此不入流的风格，感觉有点亏了呀，不合适了，这狗熊，哎呀，跟他换不合适，800块钱呢，我不跟他换好了。但你说我大，我都打出来了，我还能不杀他？我得杀他。狗熊跑的真他妈的快，没办法，一秒四破打的狗熊，他就直接跑，他就直勾勾的摁个扣，他就开始跑，我们也扣不到他，也打不到他，我们就得追着他跑。没个一秒四破，谁也破不了这。马上就好。没有人可以在这一波一秒四破。不要犹豫。有点卡了，这怎么？这狗熊可以上，别怕，我来了。笨逼，闪现居然没 Q 到。换个弱点，没 W 了，这波稍微有点虚啊，这波稍微有点虚啊，往后点，往后点，往后点，呀。一点血吧，他们不敢还击。我这波塔下不把他杀了，我一秒四破。等他把 E 好了啊， E 没了呢。尽力了，哎呀。
这狗熊啊！RWEQE，他有控制啊，而且他有大招，那有位移。不行了，我们不能太追求这种东西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狗熊其实挺二的，我们给他送下来呀，其实挺恶心，别送他，这狗熊，让他搁那玩，爱打不打，你不着急，我还不着急呢。你个劣势角，你跟我玩，又不是我劣势。谁劣势谁着急？你这玩意儿带他妈那啥的呀？我打死他！哦哟，我的天哪，太肉了，太能跑了！兄弟，把他杀了！小黄毛要甩大了啊！太轻松了。狗熊打团能扛，我能干嘛？行，狗熊是你爹，你就帮他说话吧。我已经习惯了。虽然我们玩的不咋地，但我就搞不懂你说这个狗熊有什么好帮他说话的。你这个熊孩子，我决定拿个蓝。人有点多呀，下路收波兵，德莱文挂机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他好意思挂机吗？这蓝不是他的，也不是我的吧？这是不是野区的？我拿蓝，首先第一点没毛病，第二点，这个逼从。9分钟开始挂机，挂到18分钟，我一个屁都没放，我拿个蓝咋的了？他还挂上机了呗？恶人先告状呗？你他妈打游戏打一半去了，晚上跟我说下楼取个东西，从9分钟开始挂，一直挂到18分钟，然后还他还要挂机，有他没他又能有什么用？太可恶了，这家伙，你们要死是吧？啥人跑过来抓我来？有的时候吧，就真的就生气，你知道吧？这弹幕就完全就不讲道理。本来是他错了的，然后非得说我错了，硬帮人说话，就
很令人讨厌，自己一点原则都没有。他的原则就是主播都是错的，那能行吗？微操小伙子，全都是微操，拿下。有个兄弟说，哎呀，你从一开始一血晕过他，就再也没晕过他了。那他 Q 一直不放我咋的，那我还不放了，那这玩意儿那不就是不心理个博弈吗？我又不是脚本儿。那狗熊那 Q 持续时间那老长的，那他不放我能咋整？他就给我旁边要唤，我就寻思最后一秒咱打一手试试呗。那他硬不放我也没办法呀。对不起，现在对不起了，晚了。猴哥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猴哥了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说话装高手的猴哥。杀人于无形，精纯而优雅。不行了兄弟，这不能再上了。哎呀，投降了，拿下。本来想以一个德赛学徒的身份与你们相处，没办法，